迎收看《百变玩具屋》。本期节目，我们的大头儿子为我们带来了一款，这是我们的工程车，你来看一下。这是我们的汽车，一个运输工程汽车。你来看一下这边，这是我们的车斗，可以坐上人，也可以放上我们的工具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是我们的钢头强的工具，一把猎枪和一把油锯。现在把我们的这两把武器，就是我们的工具，就是武器和工具，放进我们的车厢里面。这是我们的电锯，放在上面。现在我们的光头强开着我们的这辆工程车，这是我们的小汽车。现在我们看一下，这是我们的光头强开车。现在可以把我们的这辆汽车把它变形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光头强汽车，它可以把它变成我们的机器人。变成我们的炫酷机甲，这是我们的熊熊玩具光头强变形的玩具，这是我们的光头强。我们的光头强手是可以活动的，把我们的后轮、手臂这边，还有我们的零件，把它松开，往外拉伸。拉伸之后，对准我们的这边的卡槽，把它固定起来。两边固定好。这是我们的零件，把脚分开，这边有一个卡槽，把它对应这边一个凹槽里面。先把我们的车轮，看一下我们的车轮，把向后旋转，找到我们的这个凹槽，把它对应在上面。这边也是一样，找到对应的这边的凹槽，把触点对应在上面，固定好。这是我们的这一款机甲。手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机甲组装完成。我们的机甲可以变形，
诉我们变形完成的机甲工程车变形机甲玩具，我们就为大家一起分享到这里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欢迎点击订阅关注我们哦，拜拜。